我看能不能录了，可以录了哈。来，你就对着老师就可以了 ，OK， 就横的横的 ，OK。好。好，那老师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呢，我今天还是把整个动词系统介绍给大家。这里牵扯到老师的五大动词，五大句构跟六大动词里面六大动词的三个大重点。你们要知道，动名词是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几乎是占老师的整个文法系统里面一半的重要性啊。所以我首先要警告同学，就是说很多动词不能只加 to 很多动词后面是要用 ving 的。那它分成三大类，就是老师说的第一类叫什么？爱的三部曲。第二类叫做忘记亭。第三类最大的一个口诀叫蛋糕女神。第一类哈，那镜头可以随着老师走，没关系哈，如果可以的话。爱的三部曲是告诉你有一种动词呢，它是代表强烈的喜好的时候呢。爱喜恶，对不对啊？喜好或者是讨厌的时候，你们就要用这一类啊。这类就是为什么爱的三部曲，因为恋爱时候开始嘛，跟结开始，然后直接进到热恋，然后直接就是分手。啊，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，老师不是在揶揄大家，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啊。这样的时候呢，后面加 to v 或 ving 意思相等啊。你自己看，唯一的例外是 dislike 只能加动名词啊，特别记一下这样。第二类动词呢，就是大家常常在使用的时候会混淆的部分，就是告诉你动词呢后面可以加 to be 或 ing 意思相反，只是这种相反有不同程度相反啊。这边老师大家都做过例句了，都记得就是忘记亭口诀，忘就是 forget，remember 还有 stop 忘记亭啊，还有加一个后悔。那最后老师要示范的就是蛋糕女神啊，蛋糕女神就是告诉你这些字后面的第二个动词其实某件事，而不是要去做什么。那老师把它整理好一个大口诀给你哈，来，可以的话跟老师从头念一遍，开始。考虑、讨论和建议，避免因循苟且心，保持练习使命达，确保避免半途废，放弃沉溺后悔中，承认憎恨和否定，保有想象参与感，欣赏达成之使命。这是中文的部分，好，那重点是英文的部分，也是要把它念熟哈，老师一样示范一下。Ready go。Consider, discuss, suggest, avoid, postpone, mind, keep, practice, complete, ensure, forbid, give up, enjoy, regret, admit, resent, deny, include, imagine, anticipate, appreciate, finish, risk. 好，这是所有老师的动名词的口诀系统，全部教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多练习。